集めてきます。レイヤー2いきなりだ。します。痛い。打ちます。バトル。
しなさいぞ。どこから？レイヤーチェック。レイヤー。
きます。Thank you.
しなさい。ファイヤ各位听众、各位观众、各位网友，大家好。就英女王的灵柩咧，而家就喺呢个西敏寺嘅西敏厅里边咧，就俾英国人咧就排队入去去瞻仰啊。咁嗰条龙咧，我睇呢个 BBC 嘅新闻咧，长到不得了吓。有啲人咧要排咧十几个钟头，有啲人就要排成20个钟头。
夜晚嗰個氣温咧已經跌到去七八度嘅，係相當凍嘅。咁我見到有啲老人家啦，有啲中年人啦，咁都照樣喺度排。咁訪問佢哋咧，佢哋覺得冇所謂啊，即係呢個係一個人生得一次嘅機會嚟嘅。咁有啲唔係淨係英國本土嘅人嘅，有啲係遠住加拿大啊或者美國咧飛去做呢樣嘢嘅咁。咁啊，你可見英女王其實就受啊，唔單止係英國人啊，甚至係其他國家嘅人嘅愛戴咧，係呢種咁嘅情感咧，就唔係一般人能夠想像嘅。就香港都一樣，香港咧就你見得到咧就到今日咧仍然係有好多人嘅排隊啊。咁我相信到呢個國葬，即係十九號國葬之前咧，呢個排隊嘅情況咧，呢個花海咧仍然會繼續嘅。咁但係有啲人睇在眼裏咧。就不時微疑啦，當然係嘛？即係譬如好似啲左報咁就話佢哋係亂植啦，又話呢個反華嘅媒體將啲嘢誇大啦咁樣。如果唔係香港人，包括呢一個老一輩嘅或者係年輕嘅，都對呢個殖民管治有啲難以言喻啊，可以咁講嘅感情啦。即係如果你話年老嘅就經歷過，一啲都唔奇怪啊。年輕嘅喺九七年後出世嘅，或者九七年前幾年啊，得幾歲大嘅啫。咁就主權已經移交咗啦。佢對英女王會唔會有啲咩感情呢？咁我見到個訪問呢，都係一個即係九十後嘅年輕人做嘅。咁佢講一句說話呢，我覺得好深刻嘅。佢就話邊個對我哋好，我哋知㗎。其實呢句說話其實係即係唔使有咩高深嘅學問啊，唔使講啲乜嘢嘅即係心理學啊、政治學啊，又或者咩戀籍啊、咩崇優啊，唔需要講呢啲咁嘅嘢嘅。我唔理佢戀籍定崇優，只不過就話邊個對我哋好。呢、這個一般嘅市民唔使讀過書嘅都會知嘅。邊個對我哋好？邊個係閂埋門打到我哋七彩嘅？邊個係惡史能登嘅？我哋知嘅，就係咁簡單，即係咁。咁但係對呢啲有啲人嚟講咧，你講極都唔明噶又或者咧，佢可能會歸咎某一啲殖民地時代留低嘅痕跡，令到香港嘅人心冇辦法回歸，令到香港人亂植。譬如北大作家就係一個典型嘅例子。咁我前幾日咧就睇佢一篇文咁我覺得咧都即係好典型噶，即係好喺香港某啲嘅人嘅諗法嚟。我唔知係咪佢真正嘅諗法啦。嗱，就佢係咁講嘅。佢話除咗英國咧，全世界嘅媒體同人民對英女王伊麗莎白二世離世嘅消息咧，都係用女王逝世嚟形容。只有香港人咧，對呢一位已經唔關事嘅君主咧，會有皇上駕崩嘅悲動。英國人都冇講咩皇上駕崩嘅，講都係講英女王逝世嘅啫。呢幾日咧，英國領事館門外啊，繞咗幾條街嘅吊唁長龍，嗰啲成年人嘅長龍，有幾個棄子啦嘅呼天搶地，嗰啲幾個都係年輕人嚟，我唔知點解會棄子啦。霞衣有冇俾飯盒佢啦？我唔知啊。將呢一幕憑吊變成一種政治表態，其實憑吊都係政治表態嚟噶。阿威大作家，你明嘛？咁多人去就擺明係一個政治表態。點解阿鐘女士、阿鐘太講話佢一個偉人係民心所向咧，係政治表態嚟嘅。如果你話嗰啲係棄子，所有去嗰啲都係棄子嚟嘅。包括羅家英是典型棄子啦，係嘛？之前就喺 Instagram 表咗態之後喺香港係福地，因為佢個庇蔭底下香港變成福地，後來就要道歉。嗰、那個道歉誇張到嗰、那個演技誇張到，你話唔係用棄子嚟形容，係形容咩咧？咁樣佢本來悼念英女王係冇咩問題嘅，無論係代表官方禮節性嘅鞠躬，或者出於個人嘅內心對女王嘅緬懷，都係冇問題。香港的問題出在什麼呢？為什麼會有這麼多人崇尚民主自由，講人權平等，年輕人會對一個素未謀面的別國女王充滿崇敬呢？反而是痛愛自己的國家嗤之以鼻呢？你真是問得好，這個就不說自明。追求民主為什麼會敬仰帝制底下的君王呢？你又搞錯了，那個不是帝制，叫君主立憲。張千帆，中國大陸的一位自由主義的憲法學者講得很清楚了。張千帆雖然我不盡同意的講法，英女王可貴的地方呢，就是沒有做什麼，一個君主沒有做什麼才是重要的，否則是立不到憲的。
英女王一生不用工作，就成为了全世界最富有的女人。她不正是她口中的不公义吗？一生不用工作，你试下做她的位置，如果你有资格的话。当大家怪责这些去英国领事馆排队献花的香港人恋籍的时候，大家可有想过为什么这种虚无的恋情会持续至今？想象一下，今天回归祖国25周年之后的香港，一个人的普通人的活动是这样的。我伊丽莎白医院探完病，走出尼敦道，步行到尖沙咀梳利士、梳士巴利道，坐小轮穿越维多利亚港，走到中环的皇后像广场，由皇后大道中坐车去皇后大道东，到达伊丽莎白体育馆睇一场球赛，再经过罗素街、黄仁书院，走进维多利亚公园。女王的铜像依然肃然而坐，仿佛仍然管理着佢嘅子民。未完噶。我小时候因为家贫有病去这个戴伦子夫人诊所排门诊，长大之后想去外国深造，就申请爱丁堡工作奖学金。今日行山走得最多是麦理浩径，亲人离世最后告别就是在哥连神阁火葬场。由于是住行到生老病死，仿佛是英国人留下来的恩典。即是屈大作家的意思，就是说香港是充满了殖民地的标志。殖民地的路名，殖民地的医院，殖民地的体育馆，殖民地的诊所，殖民地的行山径。就因为这个殖民地的名字，令到香港人非常依恋殖民地。想嘢为什么那么简单的？头脑为什么那么简单的？尼敦爵士是香港的第13任总督，梳士巴利侯爵是英国20世纪的3任首相，罗素是19世纪的香港父母师，爱丁堡足公爵是英女王丈夫菲利亲王的贵族封号，麦理浩是香港英治时期任期最长的港督，还有在任时的政府官员贪污成风的港督戴伦子是夫人，亦都在香港留名。连一个英国皇家工程兵的测量师哥连神都能够在小岛流芳百世。25年了，英国人的恩典透过一个名字深进人心，连未经过殖民统治的新一代亦都永志不忘。有人说，难道将英皇后大道中改成建设路新华路？其实皇后大道中维多利亚哥连神都是中文，好听与否习惯与手心态而已。还记得维多利拘留所吗？现在改名叫大馆，有型有历史感。不是改名的，大馆这个名字一向有的，是那些即是惩教处的人，甚至在那里坐过监的人改的名字的。因为那个地方是英国时期包括这个即是警政的、狱政的在一堆，这个很特别的地方的，所以叫大馆。过去我们中国人气量大，觉得没所谓，就由得那些殖民地名字流传下去，现在看来是错误的。在去殖的问题上面，我们应该有所谓。当英女王已经忘记你，但偏偏要将她世世代代铭记住的，原来是我们自己。第一，英女王有没有忘记香港呢？那这也未必。英国人有没有忘记香港呢？也未必。但第一，我在这里一讲在香港，几乎个个90%是有90%都知道香港发生了什么事。他们没有真正忘记香港，这个第一。我相信英女王都没有。因为他来过两次香港，1975年、1986年。第二，如果讲恋籍，现在很多人 BNO5+1 就来香港，来这个英国的目的，或者是最主要的原因，就是希望这些小朋友不用在香港受洗脑教育，你来到香港一个自由的民主的开放的地方，让他们可以受独立思考的教育。在香港很多人，即使是没有现在宇宙大法的香港，很多人都送他的子女去英国读书，屈大作家就其中一家人，3個